调教快马的维亚切，驾驭赛马的小骑手，人与马的默契，马文化的神韵。蒙古人把调教快马、训练骑手的人称为维亚切。调教快马的活动开始前，通常要把写有马神心咒的旗子高高的供奉起来，据说旗子上附有马的神灵。夏天是调教快马的时节，人们忙碌得很，把肥胖臃肿的马调教成轻巧机灵的赛马，关键是让它不断地排汗，捂上厚厚的毡子是第一次排汗时的基本方法。据说这歌曲的旋律来自马神心咒。纳姆斯莱是维亚切·戳洛请来的骑手，刚刚九岁。儿童体重轻，婴儿是最理想的骑手。如果维亚切自己家没有合适的孩子，就从别人家请。从现在起，纳姆斯莱就是查鲁家的成员，一直到赛季结束。维亚切不仅调教马，还要教小骑手如何驾驭马。黄标马是丑陋今年最寄予希望的赛马。纳姆斯莱和黄标马第一次接触，他们俩能否彼此亲近、达到默契，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，更需要查鲁的点化。查鲁则首先祈求神灵的赐福。调教快马，培养小骑手，至少需要一个月。这一个月，孩子们几乎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。为了让赛马和孩子们适应比赛，也为了观察马的速度、耐力，每天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体能训练。汗水需要在第一时间刮掉，否则赛马容易得病。所以刮板是维亚切不可离手的工具，
是职业和身份的标志。黄骠马来自快马家族，它统领着十几匹克马。闯路希望快马的基因能够世代相传。发情期的到来使黄骠马身心不定、焦躁不安，调教起来愈发艰辛。黄骠马每天跑多远的距离，排多少汗，喂几口草，丑陋都有详细的计划。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可黄骠马的状态不是很理想，纳姆斯莱的表现也不令人满意，丑陋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。丑陋曾经是骑手，从小与快马打交道的经历练就了他识别好马、调教快马的本领。丑陋现在是蒙古国国家级乌鸦骑。没有黄骠马的保护，小马驹被狼咬伤了。丑陋说，如果不是黄骠马的后代，他也许早就葬身狼口了。小马驹的遭遇给本来焦虑不安的黄骠马火上加油。丑陋担心黄骠马情绪的波动会影响训练效果。在蒙古国，乌鸦骑被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职业。一个优秀的乌鸦骑在训练调教期间要戒酒、戒烟、禁忌宰牲，让快马远离不洁之物。他要从每一匹赛马的步态、站姿、眼神以及呼吸当中寻觅他的灵性，解读着他的肢体语言。黄骠马的训练强度比别的马要大，所以更需要特殊的照料，给它披上斗篷，以免出汗后着凉。
小马驹的伤口正在逐渐的愈合。臭鹿说，狼口脱生的马驹将来一定是匹好马。对调教器的公马而言，与遭遇狼的袭击一样危险的是他的家庭里出现第三者插足。黄标马承受着体能和欲望的双重压抑，等待着短暂的释放。赶走第三者，收回自己的妻舍，自然免不了一场场毫不妥协的战斗。为爱情而战，黄标马表现得非常勇猛。臭鹿担心黄标马受伤，也担心黄标马伤了别的马。由于长时间奔跑，有些快马的腿部容易淤血，必要时给它放放血。有经验的乌鸦切大多都是不错的兽医。乌鸦切根据马汗的咸淡，能够准确地判断出训练的效果。和纳姆斯莱一样，朝克小时候也是有臭鹿培养的，他给臭鹿当过8年的骑手，后来臭鹿收他为义子，并帮助他成家立业。现在朝克是臭鹿的好帮手，也是个不错的乌鸦切，共同的爱好使他们成了一家人。纳姆斯莱也是这家的一员了。一场及时雨给干旱的蒙古草原带来勃勃生机，滋润的空气似乎安抚着黄标马漫长赛季中的寂寞。臭鹿获得的奖牌都悬挂在蒙古包最显耀的位置，这是他一生的荣耀。他希望今年黄标马再给他添一枚奖牌。
刚刚跑过的马是不能马上停下来的，需要长时间的走动，这叫遛马。对小骑手来说，这是最难熬的差事。但是通过遛马，不仅能让马紧张的肌肉和神经得到充分的放松，也能锻炼小骑手们控制情绪的能力。只有这时候，孩子们才真正体会到马背摇篮平稳的节奏。一天的疲劳，一时的困意，在人和马无声的交流中被淡忘。纳姆斯莱还很小，甚至不能承受别人的玩笑。一个多月了，丑洛一家几乎都在为黄标马和纳姆斯莱尔忙碌。纳姆斯莱从来没说过要回家，但他有时很想念也给别人家当骑手的两个哥哥。有人说，蒙古人驾驭马就像弹奏乐器，自有其章法和旋律。如果说纳姆斯莱和黄标马是琴的两根弦，欧亚切超洛就是演奏家。训练期结束了，受伤的小马驹也基本康复了。戳路做着出征前的最后准备，据说这种烟雾能够净化马的身体，调节马的呼吸，也能祈求神灵给赛马和骑手带来好运。大型电视系列片《印象蒙古》，带您领略异域风情。